换一首歌，我看这首歌。然后你这样子演到，我要求婚呢、欸。真的吗？我看镜头啊。帮你特写。你愿意跟我走完下一辈子吗？我在发抖。是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愿意跟你。这一点多年来，我们都争吵。真的。但是我们终于找到心灵的伴侣了。你要说什么吗？结婚？有戒指啊。你要套一半哦，半个新娘被你按掉。是什么？这是传说中的 wedding ring 吗？我假哭。我终于有人跟我求婚了。爱你。那我新娘这么矮的啦。我来很高。啊。希望能在2012年终成眷属。哦，我已经开了，有在那讲的。看掉了吗？哦，我的还没，我的还没，我的还没。2011年，怎么会有乐色车的配音啊？怎么会有乐色车？你要大乐色啊！他听到你的心声了。被掉，被掉，显得不色。不管先讲啦。2012年，不管你是单身，或是有人向你求婚，我希望各位能够找到爱你的人，祝福你的人，喜欢你的人。我们挥别过去，将2012年展望未来。